你说说你快回来展开小爷我这次全部压上借土借色救破山念亲而亲保平安开了开了啊开了开了啊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哎要开了啊要开了啊降伏弱少动武不义之财君莫沾我又赢了哎王志伟你出老千老爷少爷呢少爷少爷在书房读书呢少爷昨晚读了一夜的书刚刚睡着我不忍心叫他读了一夜的书啊好那我倒要去好好关心关心他哎爹爹孩儿来迟请父亲息怒少爷你怎么才来呀吓死我了郑威祭祖大事为何不来啊孩儿在书房刻苦攻读一时忘了时辰你真的是在书房读书对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好了好了读了这么久还老是这一段快来上香吧哦少爷王振威到王振威出来你出来出来各位兄弟请问找犬子有何贵干王老镖头贵公子刚才在赌场赌钱不光出老千还把人打伤了请问王老镖头该如何处置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出老千啊是他们先动手打人的难道我自卫一下都不行啊王老镖头我们都知道您严谨公正所以我们没有报官请您给个公道啊各位是我教子无方我这里给各位赔不是了这是500两算我给众位赔罪了至于小儿我一定会严加惩治希望各位给他一次机会嗯好少爷看在您的面子上今天的事就算了以后希望您好好管教您的儿子嗯告辞走你心里还有祖规家训吗竟然跑到赌场去赌钱还打人是他们先动手的你还狡辩说为什么到赌场赌钱我想多攒一点银子在京城开一家大大的镖局气派比我们王家镖局大上百倍名字也比我们的王家镖局气派百倍就叫做天下镖局开镖局谁敢把镖托给你这样的镖头我就知道你看不起我可是过不了多久京城就要多一家天下镖局了好今天就教教你开镖局的规矩娘爹要打我了我只是比他理想大一点方法比他灵活一点他就要打我
娘，爹又要打我了。你真的要在娘的面前使枪打我？那我以后不回家了。看你以后有没有这个种。少爷，你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嗯，好。小王啊，你骗老镖头把你赶走，日后他要是发现了，我们怎么向他交代呀？放心吧，怕什么呀？等我在北平扬威立万以后，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你们呀？啊，少爷，您还是带我一起走吧。老爷要是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哎呀，要是带着你，怎么闯荡江湖啊？等我在京城站稳了脚跟，一定回来接你，我们一起干一番大事业。嗯，好了。哎，少爷，差点忘了，把镖酒带上。啊？啊，好香的镖酒啊！金三，沈大人，薛将军，薛将军，薛将军，什么事啊？沈大人，快去叫沈大人。是。金三，莫非东西已经拿到了？快把东西交给我，我就交给沈大人。府中有奸细，把东西交给我，我就给你个痛快的。不然的话，你就是……别废话，把东西交给我。薛副将，出什么事了？大小姐，秦三遇袭受了重伤，已经断气了。他还没死，你想说什么？快说，你说呀。飞燕，爹，出什么事了？快，抬下去。是。沈大人，雪芝，他死前说了些什么没有？没有，属下本打算查问，但他伤势太重，什么都没说。哦，什么都没说。爹，秦三是不是跟您现在查的案子有关啊？好，飞燕，你是不是又偷看我的公文了？没有，我就是来看看秦三是被哪种武功所伤的。飞燕啊，此事可非同一般，你不要在这胡闹了。记住，今天你所看到的事情，千万不要对外人去讲，知道吗？去吧。爹，还不快快出去！各位京城的老少爷们们，同行同道，借宝瓶胡同的一方宝地，今天天下镖局开张了。要想脱镖，赶紧来，开张大吉了！天下镖局，哼，口气不小啊！
哎，小子，你要开镖局啊？是啊，有何指教？开镖局就应该知道开镖局的规矩，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士，开镖局有镖师吗？有掌柜吗？有镖旗吗？有镖号吗？地盘在哪里？有保人吗？有官府文书吗？小爷姓王，名振威，山西汾阳人，镖师掌柜全是我一个人，睁开你们的大眼看看我家的镖旗和镖号，这圆圈里的地盘就是我的镖局，还有保人和官府的文书都在这儿，看清楚了，你们看也看了，问也问了，我还要做生意，请吧。好狂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的镖威。山西老先生还挺厉害的，一群没用的东西，过两天到神府来拿药去。哎，是是。好。你们两个把东西交出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捧场，谢谢。给我拿一个。喂，好个小贼，说是到京城来开镖局的，原来是个小偷啊，竟然偷到本小姐头上来了。京城的姑娘就是漂亮，可怎么这么笨呢？哎，你有没有见过偷了东西还拿着赃物到处闲逛的贼啊？你不但是个毛贼，还是个下流的登徒子，看本小姐不收拾你。哼，不但你的脑子不灵光，脾气也不好，我不喜欢。我让你胡说八道。哎，相当还给你，是我没兴趣跟你斗嘴，要是有证据的话就去官府告我，否则恕不奉陪。你是开镖局的，那我就托你一趟镖，你做不做啊？怎么变得这么快啊？什么镖？就是这个香囊，你别小看它，它可是我们提督府的重要物件。这虽然小啊，但是关系重大。你若是三日之内能够平安地送到保定府，那到时候我爹必然有重谢。但若有什么闪失，你就永远别想在保平胡同开镖局了。怎么样，敢不敢接啊？哼，我啊就知道你不敢接。好，我就接你这趟镖。我天下镖局虽然规模小，但是最讲规矩，只要你符合我脱镖的规矩，我什么都敢接。好，各位听好了。哦，对了，你叫什么来着？王振威。好，各位听好了，王振威今日接下本小姐所托之香囊，若是三日之内未能将香囊平安地送到保定府，他就自愿离开京城，永远不在保平胡同开设镖局，请大家同行做一个证人，做一个证人啊！好，好，行行行，好，那就再请各位在这里做一个证人，我王振威这趟镖分文不收。但是只要三天之内我把镖送到保定府，那就麻烦沈大小姐在保平胡同帮我立场子，让天下镖局正式开张。演技出，驷马难追。
小姐。小姐，您找我？一定要在出京城之前把香囊给拿回来，好好整整那小子。小姐请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哎，等等，你们如果安排好了就来通知我，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这点小事儿，末将自己办就行了。哎，要我亲自出马，那才有意思嘛。这什么这？赶紧去啊！万一让那小子跑了，可怎么办？去啊！是，快去。土匪呀，一个人吗？对，一个人。什么标号？好像是什么天下镖局。天下镖局？对，听说过没有？没有，没有。你们呢？没有，没有。喷！兄弟们，准备动手，抢了这个肥羊，好分银子。哎，沙老大，这次咱们出来，老板娘特意吩咐的，只能探听虚实。再说来的只是一个镖师，我们还是按规矩办事吧。放屁！天大地大，什么最大啊？银子最大嘛！抢了再说。上，走走。上壶好茶。哎，好嘞。哎，您请。男子汉大丈夫，喝茶多没意思啊，还是喝酒过瘾。没想到吧？怎么会是你啊？嘿，当然是我了。你这么辛苦帮我送镖，我如果不来给你践行，岂不让人笑我小气？小姐，这是要干嘛？是不是我们？不必。小姐说要亲自放倒他，先让他好好玩玩吧。咱们静观其变。是。来，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我敬你一杯践行酒。怎么了？难不成怕这酒里有毒啊？沈小姐，我家有祖训，戒赌戒色，酒莫沾。王振威，我可是诚心诚意的请你喝酒啊。在如此荒郊野地，有如此美貌的姑娘请我喝酒，我如果不喝岂不是太不解风情了？不过我们老王家的镖师一向只喝镖酒，来，我就拿镖酒和你对饮。什么镖酒？哎，你别想拿掺了水的酒来骗我啊！让我尝尝。抱歉，王家镖酒从来不与外人品尝。哪儿那么多破规矩？小气鬼！哎，可不是我小气。这样吧，这根筷子落回竹筒之前，你要是能够抢到镖酒，我就任凭你发落。好，一言为定。
你耍赖。嘿嘿，又没规定不许抓筷子，反正筷子没落下来我还有机会。下流！啊！我赢了！什么鬼东西那么酸？甘溪老陈醋。王振威，你耍我！哎，我又没有让你喝，是你自己要喝的，又不是我逼你的。我其实你也不吃亏。这标酒是用我们老王家的秘方配制出来的，既能解酒又能解毒，内外伤兼治，可谓是走镖路上的必备之物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还算不算数啊？当然算数了。好，本小姐今天酒兴上来了，我就要你陪我喝酒。啊？不会吧，就这么简单？那当然了，我从来都不会欺负人的。小二，上大海碗。去，你去盯着他们。是。哎，酒来了。我干了啊。哎，别喝了，你已经快喝醉了。一个姑娘家在这荒郊野外睡倒了，我可担待不起啊。哎，谁让你担了？你不喝我喝。哎。上酒，好嘞。放下我家小姐，你把镖箱留下，饶你不死。哼，你们和这丫头是一伙的，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呢？少废话。等你们家小姐醒了，告诉她，我三日之内在保定府等着她喝酒，在下绝不辱命。站住，让他去吧。他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前面我已经安排好人收拾他。小来，怎么是你啊？你怎么来了？哎呀，少爷，自打你走后啊，老爷就识破了咱演的戏了。我怕被他打，所以我就来这儿找你。以后我就跟着你了。这怎么行呢？我怎么能带着你闯江湖呢？哎呀，少爷，你总不能扔下我不管吧？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在山西好好伺候爹吗？等我在京城站稳脚跟，我自然会回来接你。你回去吧。哎呀，哎，少爷，哎呀，少爷，你听我说呀。你天下镖局的堂堂一个大镖头，你总不能光棍一个人吧？以后洗衣服啊、做饭啊，我全都给你包了，你都不用管。这是你说的啊？我说的，我保证。背着吧。你答应了。哎呀，其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这几天你不在我身边，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样。既然你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少爷，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你放心，我小来啊，以后就在你的跟前鞍前马后，听你的号令，为天下镖局在所不辞。
好了好了好了，你别偷懒就行了。哎，少爷，少爷，你看这天也不早了，咱找个地儿先睡觉，顺便也吃点东西，我肚子都饿了。还说做饭，你是来吃饭的吧？走吧，走。哎，慢点啊！哎哎，来来。官爷，有什么事吗？你们是干什么的？走镖的。走镖的？箱子里面装的什么？镖师的箱子里面装的当然是镖啊。什么人的镖啊？京城沈大小姐的镖。哪个沈大小姐啊？提督府沈飞燕。你胡说，沈大小姐是何等人物啊？怎么会让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小镖头押镖啊？我看你是偷了沈府的东西吧？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吗？小子，还质问起我来了？把箱子打开，我要看看里面是不是赃物。官爷，镖行有镖行的规矩，除非是脱镖的人或者是收镖的人，否则箱子是不能打开的。我看不是不能，是不敢吧。谢职，嗯，你都交代好了吗？哦，我按小姐吩咐的说了，请当地的捕快协助查看，一经查实，立刻捉拿归案。哼，我看你这回怎么脱身，还怎么送镖。不过你说，如果以后不让他踏入京城，不让他开设镖局，会不会太过分了？小子，我再问你一遍，你打开不打开？官爷，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行。大胆阻挡官差办案，不怕我把你们抓进大牢吗？给我搜。你们敢？等，少爷，老爷不是常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事情闹大了，这趟镖就走不成了。官爷，反正我们没有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样吧，今天我把镖箱打开给你们看看，如果里面没有赃物的话，你让我们安心上路，你看可以吗？哼，我也不会冤枉好人的。把箱子打开，如果起获了赃物，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官爷，你说这里面有赃物，可是他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头儿，没查到赃物，就是有沈府的命令，咱们也不能乱抓人呢。误会误会，我想可能是线报有误，徒有得罪了。好你个小王，有两下子，他怎么会知道我会找人查他？难道他能未卜先知？放心吧，小姐，
我想香囊一定还在他的身上，我早有安排，明的不行，我们还可以来暗的，我一定帮小姐出了这口恶气。什么安排？可别太过分了。保证让您满意。那还不快去准备？是。少爷，镖箱怎么是空的？奇怪，镖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会不会是昨天晚上？什么事啊？少爷，一个天下镖局的镖头，刚出京城就丢了镖，也不怕同行们耻笑。因为我敢做大事，所以我不怕失败。哼，只不过是一个姑娘家的香囊，也算是大事嘛。丢了镖你还不知道，你还是做大事的人呢。当爹的偷自己儿子的镖，你不怕江湖上的人耻笑吗？丢了镖都不知道，你这几下功夫啊，闯江湖还早呢。跟我回山西多练两年再说。爹，这次不能算，你使诈，等我准备好了的时候再比一比，我不一定会输给你。好啊，我就看看你在京城学了多少本事。香囊还给我，跟我回山西，香囊就给你。按照镖行的规矩，你抢了我的镖，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抢回来，除非你把我杀了。你。爹，你真的打我，如果娘泉下有知，一定会骂你的。老爷，少爷，别打了！客栈，你带爹去避一避，我给你们断后。小心，知道了。
就为了一个香囊，就为了刁难我，你要下这么狠的手吗？不是我，我真的没想到，真的不是我。叫官兵来搜我的镖箱的，是不是你？昨天在茶摊里埋伏的，是不是你神府的人？刚才那三大高手，是不是你的手下？是，不，不是，不是，我，是，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要伤害你们，真的没有。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你一枪杀了我，替你爹报仇。再拿我们这些贱民的性命开玩笑。你应该知道我店里的规矩，在我这里出手的货，我可是要抽两成花红的。没来之前，我还觉得你这个规矩实在有些过分，不过现在我倒觉得很值得。看来你的这批货，我不用再抽花红了。跟老娘玩这一套，你还嫩了。在我面前耍把戏，瞎了你的狗眼！三位客官远道而来，快里边请。我们这儿有上好的客房和好酒好菜。哎呀，方圆百里就我们这一家客栈，你们还是快请吧。啊，伙计，我们走累了。三位里边请。帮我们准备一间上房。知道了。哎呦，瞧这事儿给闹的，我帮您擦擦。不必了。这边。哎，当家的，我们在路上劫的就是这小子，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小子功夫不弱，戴斗笠的受了重伤。他镖箱里肯定有好货，咱们就在这儿把他做了。
别着急，我先去探探虚实。你去看看那个刀疤脸吐了多少钱出来，绝不能轻饶了他。敢在我的面前卖假货，去吧。好。爹，你怎么样？没事。这家是黑店。我知道，所以我要快点疗伤，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哦，对了，你先在外边看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在他们没有摸清我们之前，他们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嗯，老爷，你先上床歇着。几位客官，你们辛苦了，喝点糖水吧。好，谢谢老板娘。什么老板娘啊？老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叫我姐姐吧。啊，这种端茶倒水的活儿还得我们女人干，你一个小伙子毛手毛脚的，把我这壶给打碎了，岂不枉费了姐姐我一片心意？嗯，哎，不必了。哟，没想到小小年纪还占姐姐便宜啊！哎哎。喝糖水了。哎，老板娘，你有客人。客官早点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了。爹，老爷。什么叫啊？嗯，还没过年就杀猪了？老板娘，这位客官，别跟他一般见识。几位客官是住店还是吃饭呢？三间上房，再备些酒菜。好嘞。小姐不用担心，待会儿见了那个小镖师，我会跟他解释清楚，告诉他今天的事与小姐无关，然后再找一个好点的大夫给那个老镖师治治伤，我想应该会冰释前嫌的。希望如此吧。几位客官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是什么风把您几位吹到我这山野小店里来了？老板娘可真会说话，我们就只是普通生意人。再说，像老板娘开的店也不是什么小门脸。哦，对了，老板娘，顺便打听一下，在我们来之前，是否来了几位客人？哎呦，我们这儿的客人可多了，不知道您说的是谁？一老一少两个镖师，还有一个家丁，还背着这么大的一个镖箱。哎，这种小事儿不用问我们当家的。这三个人啊，就住在我们天字号第三号上房里边。这里哪有你插话的份儿？快去给几位准备房间。是。等等，带我去房间。哦，好。你们家小姐好像很伤心的样子。真是什么都瞒不过老板娘啊，所以还要请你帮个忙。我一个开小店的能帮上什么忙？一定能。这样吧，这里说话不太方便，一会儿能不能请老板娘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想介绍笔生意给你，你看如何？嗯，好啊，那我就不打扰了。这个小店不简单呢，要小心。元明到来之前，不要轻举妄动。我先去稳住他们，你马上去打听一下元兵什么时候到。是。客官，这就是您的房间。哦，对了，天字三号房在哪儿啊？啊，就在楼上。谢谢啊。啊，不客气。
你开一下门嘛。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特地到客栈来，就是来跟你解释的。你开一下门嘛，小王。政委，门外除了沈家小姐，还有其他人吗？没有了。把他打发走吧，省得再生祸端。好，小赖，照顾老爷，万一出了什么状况，带着老爷一起走。哦。我就知道你在里面。你爹爹他还好吧？托福，我爹命大。哦，那好，那我去叫薛直，让他去找大夫。你下一步不是要去找大夫，想找杀手杀了我们三个吧？你还是不相信我？哼，我倒是很想要相信你，可是你却想要了我们的命。那这是你刺的伤疤，你再刺一枪吧，一了百了。从小到大，我从来都没有想伤害过别人，就算是刁难你，那也是一时之气啊。从小到大，爹爹都教我做人要做得问心无愧，做得光明磊落。我真的没有故意想伤害你们，小王，这只是一场误会，请你原谅我，我真的知道错了，原谅我好吗？误会也好，故意也罢，结果还不是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如果你想要我们父子的性命，我们是不会害怕半分的。沈姑娘，这个客栈龙蛇混杂，姑娘好自为之。小姐，这家店恐怕是家黑店，不能久留。我是否现在就去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没用的，他是不会原谅我的。小姐，不用担心，这错在我，我一定会尽力向他解释的。薛府江，香囊拿不拿得回来，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小姐的心思我明白，您放心，末将自有安排。政委，你在想什么？爹，都怪我不好，还连累了你。这事情不怪你，陆虞结镖本来就是寻常的事情。都是沈飞燕搞的鬼，伤人劫货，害人不浅，他真的该死。你的三字经念到哪儿去了？人之初性本善，我相信沈小姐也不是存心要害我们。你这样怨恨一个女孩子，也等于伤害了人家。老爷，我去打水。小赖，嗯，我去吧。少爷，你保护老爷，还是我去吧？小赖，
让他去吧。好好照顾老爷，我马上回来。哦。小王，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不肯原谅我吗？这是给你的。这是什么？金疮药。金疮药？这是我们家自制的金疮药，止血镇痛，帮助伤口愈合。我刺你那一枪的时候，只是在气头上，没有存心要伤害你。小王，你原谅我了？我只是不想对你有所亏欠。那我不要了，你还在恨我？我是觉得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身上不应该留下疤痕，都怪我手下无德。你赶紧上药吧。那你到底算不算是原谅我了？那就算是吧。其实今天的祸都是我闯的。哎，小王，要不这样吧，明天一早我就送你们回京城，让京城最好的医师给你爹治伤，你说好不好？沈小姐，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你就让我为你爹做点事吧，就算是端茶倒水我都愿意，我做什么都愿意，否则我心里边会很难受，难受得睡不着觉的。你是提督府的大小姐，犯不着为我们做这些吧。你别老把我当成千金大小姐好不好？其实啊，我爹跟我说过，人和人之间是没有贵贱之分的，只有善恶之分，中间之分。这唯一的区别呀，是在心里面。看来你爹爹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也知道我自己太任性，其实爹爹也没少教给我做人的道理。从小到大，爹爹教给我好多好多的本事，什么纵马骑射啊，刀枪棍棒啊，哎，我是样样都精通的。哎，从小到大呀，我爹爹都把我当男孩子来养。可是毕竟你还是个女孩子啊。就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啊，所以啊，我才没有办法和爹爹一起冲锋陷阵，为国杀敌。其实我本来的志向就是要出将入相，做一名巾帼英雄。哎，可是现在没办法了，我只能面对现实，退而求其次了。求其次，那你想当什么？我呀，我想当一名镖师。镖师？嗯。你想当镖师？别开玩笑了吧。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我可没开玩笑，我可是认真的。做镖师的能够侠肝义胆，行走江湖，这是够威风的。哎，我没事的时候啊，就会去镖局串串门，什么行镖啊、走镖、验镖，哎，坐垫、压黄杠，我是样样精通。你不信？你不信就去宝平胡同打听打听，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沈飞燕的。那又怎么样？我看是根本没人敢收你当徒弟吧。哎呀，这话可让你说中了。那些总镖头啊，一个个都是老顽固，没有一个敢收我做镖师的。哎，你说我是不是没希望做镖师了？我看你这辈子都没什么希望了。你也这么想？哎，嗯，让你爹收我做徒弟吧。这可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等爹伤好之后，你替我跟他说说。对不起，我还要去打水，有空再说吧。你别走啊！进来。天都这么晚了，老板娘还没有休息啊？哟，我正说要到客官屋里去呢，这没想到您就来了。那个劳烦呢，还是我自己亲自来，礼数上周到些。我就说客官气度非凡吧，就是比我们知书达理。有什么吩咐您说吧。哦，不敢。不过既然老板娘这么爽快，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先前投诉在你这儿的三个镖师和我家小姐有一点点误会，原因很简单，我家小姐有样东西在他们手上。嗯，所以想请老板娘帮我们家小姐一个忙，把东西拿回来，但银子好商量。哼，笑话，东西在镖师的手上，他们哪能随便给我呀？难道我去偷去抢？那就看老板娘的手段了。这位客官，恐怕你是看错人了，我可是正正经经的买卖人，这是你们和三个镖头之间的事情，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吧？好，既然老板娘谈到了买卖，我就跟你谈一笔买卖。我出钱盘下你整个客栈以及客栈里的所有东西，你看怎么样？出个价吧。你别小看我这小小的东升客栈，这可是我柳湘云花了十年的心血和弟兄们一点一点的置办起来的，这是我们吃饭的买卖，恐怕你出不起这价钱。10万两够不够？我就先拿一张做定金吧。说吧，什么东西？镖箱里边的一个香囊。香囊？少爷，吃点东西吧。哦，我不饿，你吃吧。哦，少爷，你怎么又高兴起来了？嗯，我哪有啊？别骗我了，看你茶不思饭不想的，吃。嗯，郑威啊，这是你第一次接的镖，收好。爹，你不逼我回山西了？哈，儿大不由爷了，我逼你有什么用啊？我只是担心你江湖经验还少，会吃亏。哎，你自己都没想到吧？第一次接镖就会遇到这么大的麻烦。嗯，我刚刚一直在想，这次打伤我的人他用的武功不是普通的武功，他招招杀绝，我觉得他并不是在接镖，是在灭口。爹，怎么会呢？你好好想一想，除了沈小姐，你还有没有得罪过官府里边的人？没有啊。既然这样子，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算今天晚上他们不来对付我们，可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也不会放过我们。可是我们要怕这几个毛贼吗？你又忘了我们家的祖训吗？小行夜宿，
需牢记，住店当需住熟店。这家店不但是生店，而且还是匪类销赃的贼窝。我们自己送进来的，他们绝对不会甘休。老爷，既然如此凶险，咱们还是趁着天黑开溜吧。走是走不掉了。爹，那该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做镖师的，当然尽量避免身陷险境。可是危险到了，我们绝对不能害怕任何一件事。政委，保护好你的香囊，第一趟镖绝对不能失手。是。今天我们以不变应万变。小六子，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都收拾好了。老板娘，我们是不是要换码头了？10万两银子，哪是买什么香囊啊，足够买咱们的命了。那干嘛收这定金呢？不收。哼，这些都是官府的人，咱们得罪不起。再说了，既然要换码头，咱们就赚笔大的。你们现在赶紧准备，待会儿听我的信号，香囊一到手，拿了钱立马走人。算你还有些良心。叮嘱王家父子房间，老板娘一旦得手，立刻抢夺香囊，绝不能让蜡丸露面。是，大人。沈飞燕呢？睡觉之前给她下了迷香，不到天亮不会醒。进来。谢大人，援军马上就到了。柳湘云已经进去半天了，屋里有什么动静没有？刚进屋的时候还有一些打斗的声音，现在连打斗的声音都没有了。大人，现在要不要杀进去？不，我们现在是寡不敌众，耐心点，我倒要看看这个老板娘还能耍什么鬼花样。认识，岂止认识啊！当年在山西，要不是你爹，恐怕我就活不到今天了，更不要说开这家小店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恩公，此地不宜久留，有位官家小姐的家将要用10万两银子买你们镖箱里的香囊，这香囊一定大有玄机，
会引来杀身之祸。又是沈飞燕搞的鬼，伤人节物，还在我面前故作可怜，我差点被他迷惑了。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等一等，我看这个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个小姐很可能不知情，她那个家将大有问题。恩公，不如将香囊还给他们，免得再生祸端。我倒是想看看，这香囊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少爷别翻了，都是些女人的东西。太师文府海80万两，兵部侍郎刘东辰30万两，胡安海40万两。爹，这是什么？这恐怕是朝廷里面的买官名单，难怪他们兴师动众，大开杀戒。还不如把名单放回去，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许能逃过一劫。就算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你们赶快走，我去拖住薛植。进来。东西我给您拿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不是问题，老板娘，总得让我验验货吧。怎么少了个东西？哎呦，少什么了？我可是什么都没看过啊。女孩子家的香囊里不就是胭脂水粉吗？难道还有什么贵重的东西？老板娘说的对，是我眼花了，一样都没少，辛苦了。哦，对了，这是剩余的90000两银票，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吧？您可真是个爽快人。那我就不客气了。去，盯住他们，一个都不让跑掉。是，大人。你到后边看看，我去通知外边的援军，等薛大人一发信号，就将他们一网打尽。好。老爷、少爷，听说援兵就要来了。爹，怎么办？你们怎么还没走啊？如果丢下你先走的话，那以前不是白救你了？再说现在要走，恐怕也走不了了。恩公，我柳湘云也不是吃素的，今天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走。爹，咱们可以一起杀出去。嗯。哎呀，怎么办呀？咱们总不能在这躲雨待毙吧？你们这儿不会连个地道也没有吧？哼，让您猜着了。开店的哪能不留条后路啊？跟我走。从这儿出去，他们就找不到咱们了。等等，爹，我得去看一下沈姑娘，万一她不知道这蜡丸的事，她不是也很危险？我不能丢下她不管。
我的小祖宗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得上谈情说爱？说不定人家是一伙的。我肯定一直错怪了他，万一他有什么闪失，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小王，让他去吧。一个女孩子，我们不能丢下她不管。恩公，您的脾气可真是一点也没变。当家了，要不咱们先走。闭嘴！一会儿万一动起手来，你一定要保护好恩公他们。我柳湘云宁可自己没命，也不会做那忘恩负义的人。沈姑娘，沈姑娘，你醒醒啊！沈姑娘，哎，小王，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香囊里有份名单？名单？香囊里怎么会有名单呢？我明白了，先跟我走吧。跟你走去哪里啊？现在没时间解释了，先跟我走再说。不行，你必须跟我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呀，沈姑娘，你的副将为了香囊的事要把我们给杀了，为什么你还蒙在鼓里啊？副将？什么副将？你是说薛植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得去找。飞燕，外面很危险。你听我说，是我一直误会了你，把你带入了险境，连累了你，所以这次无论刀山火海，我王振威拼了我的性命要把你救出去，请你相信我。好义气的老板娘啊，各位都想当英雄好汉吗？本将军就成全你们。我就说客官大富大贵嘛，原来是伪将军啊。将军起得这么早啊，什么恩呀义呀，我个女流之辈我可听不懂。哎呀，老板娘，戏就不要再演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这儿。薛植，我不是说了香囊的事情？退后！小姐可要当心，他们都是亡命之徒。你胡说！薛植，你到底想干什么？都怪你太任性了，我替沈大人好好管教管教你。只可惜恐怕你没有改过的机会了。你还想杀了我？你以为只有你想要那香囊啊？其实我比你更想要那个香囊。你要香囊干什么？这香囊里面可不单单是你的胭脂水粉，这里面还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这东西牵扯到京城上百个官员的脑袋，恐怕这几位镖局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吧？什么？那是一份卖官卖爵的名单。薛植，你始终在利用我。哼，只怪你非要跟这个小子斗气，不然我也不能利用你啊。这事都是因我而起，你们不要管我，赶紧走。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敢吗？我劝你们还是乖乖的把东西给我拿出来，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姓薛的，大家都是老江湖了，你以为我们会上你的当吗？事到如今，看来我们只好拼死一搏了。山瞒天，给我上！哎呀，老板娘，这姓王的对您有恩，对咱们可没恩呐，犯不着赔上性命吧？哎，薛大人呐，您大人大量，放过我几个兄弟一条生路吧。没问题，只要你们放下兵器投降，我保你们荣华富贵。啊，老板娘，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怪不得我了。啊！啊！
杀你个够本！老板娘，你走啊！老沙，老沙。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去死吧！双剑合璧。不好，等回去了，我给你找地方开天下镖局，我让我爹给你做保。对了，老板娘他们呢？我也不知道，可能他自己走了。哎，飞燕，你的香囊。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请，谢谢各位。我不是让你做了天下镖局的牌匾了吗？什么天下镖局，也不怕外面的人笑话，叫皇家镖局。这个名字早就传出去了，不用天下镖局的话，不是更让别人笑话吗？我是你爹，你得听我的。飞燕，你总算来了。王总镖头，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哎，小王，今天天下镖局开张大吉，我呀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礼，打开。小王，你帮我爹破了贪官名册案，我爹为了感谢你亲自写了这四个字，怎么样，比你那狗爬的四个字好多了吧？啊，太好了，好太多了。哎，还不赶紧挂上，还要本小姐亲自帮你挂上啊。好啊好啊好啊。哎呀，高一点高一点嘛。哎，那边歪了，那边歪了。哎哎，低一点，低一点。哎呀，那边，那边，高了，高了，高了，那边高了。哎，不要，不要，不要动。高一点。好了，就这样。哎，好了，不要动啊。哎哎，对对对。哎呀，就这样了，就这样，就这样。好了好了，好了，放好。哎，就这样了啊。哎，不要动。那边那边。哎，高了一点。好了，好了好了。多谢各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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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